听听这声音啊，炸苹果。行啊。漂亮吗？嗯。如果有的那个咋个，一上菜老爷看到了，不得害怕呀？这是什么鬼？不知道。不知道的不吃啊。金针菇都炸了嘛，是吧？你的。你的 pose 很帅啊，是吧？我也这么觉得。够了，这黄瓜挺新鲜，带刺儿的，带刺儿的那种新鲜。我怕扎手。谢谢。加油！哎呦呦！买完菜了，回家做饭。好了，回家给孩子们做点好吃的啊。我们来先处理一下这个虾，虾呢今天用来做天妇罗，虾壳虾头我们要去掉的，虾头开始给它去了。哇，虾线也这么抽出来了，虾壳也要去掉，最后这么一节我们要留着。哦，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来处理一下虾，从这边啊把筋给它切断，要不然它炸它就会卷起来了。这个尖刺啊去掉这就可以了。50度，差不多了啊。现在开始做天妇罗，先炸一下这个炸粉。好了，这可以捞出来，先放到这里面。干粉啊，干粉给它裹上一层天妇罗面糊，给它再裹上这么一层刚才炸的这个，给它用这个给它沾上。这样下锅炸。好多的天妇罗呀，我的妈呀。听听这声音啊，炸苹果。行啊。太脆了，太香了。来，给你咬一口。你吃了吗？炸酱面拿一把，炸酱面拿一把。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干啥的？给他弄呗。现在干啥都不好干。姐，你个空气좀들어봐니까。고마워。
那不能我姑姑呢。嗯，让你们多吃点虾吧。你们俩喝点喝水啊。这个是谁的勺子的中间玩意？嗯，你的。我的。嗯。嗯。再给那个蘑菇往前面放。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对哦。不行。这些好不好吃？没吃呢，还没吃呢。嗯，喝水。王一涵，好不好吃？好吃。嗯，多吃点啊。嗯，勺子怎么？筷子怎么平衡？你们要不要 fork 叉子？ fork 这个？ fork 不要。不要。哎呀，里头那么多，一个摸过来。炸酱。小心没有，你撑不过呀。嗯。哎呦我的妈！哎呦，喝粥是抬不动了。得会吃了这么虾，吃了好几天。甜甜，你尝尝那个虾，天妇罗虾，蘸着那个番茄酱吃。这个也好吃，真的。那不渴了吗？嗯，你不来不渴了，已经不渴了。你把那个尾巴不要吃掉就可以了。嗯。筷子太长，就用这个叉子吃。嗯。小给叉子。我递给我，多吃点啊。嗯，王一涵，多吃点啊。嗯，不熟，所以不屌你。甜甜，我说话的话，啊、可容易打。甜甜来应该才的。你叫他甜甜。嗯。甜甜，多吃点啊。这么大声吗？这王洋一涵那个不答应，甜甜两个答应了呢。嗯。当母鸡级别是很贵。哦，好的。怎么那说中了啊？嗯嗯，前几天做的。我昨天便宜吃了。嗯。再来一只虾。嗯。等等，这些天天都吃点啊。对，有炸酱面必须得有这碗，没有这碗没什么味道。嗯，蛮好吃的。嗯。好吃。正好吃。这个吃不吃？尝一个。好吃。酸甜味的。酸甜。这我一个。给你一个，这么好吃。你吃完之后，你跟甜甜讲一下好不好吃？对，你跟他说什么味道？你的朋友你要照顾。嗯。扔旁边，就是放那个桌旁边。嗯。怎么样？酸甜的。不好吃。哈哈哈哈。什么做的呀？嗯，我这不是表面，我再来，那个什么做的？嗯，萝卜，白萝卜。嗯，然后那个黄色的是什么？栀子花。嗯，栀子花。我拿到你们，我也吃吃看看。这蘸什么？蘸这个？爸爸前面。萝卜就是的。嗯。我给添点酱油。这好吃，虾多吃点。嗯。是你们做的，这好吃啊！嗯，行，好不好吃？这个葡萄鸡，甜甜不愿意吃这个虾，挺好吃。嗯，这个甜甜送的，嗯，是吗？嗯，之前好不好吃？嗯嗯嗯，哎呀妈！真诚信。我觉得还那边有一个，好吃。对，就那个。拿出来吧。先把这个擦擦吧。嗯。咱们去炸点奶。来吧。你们吃这个蘑菇。嗯。你们俩吃。多吃虾，可醉了。虾可好吃。嗯，先吃虾。嗯。虾吃完了，吃没了再吃蘑菇。嗯。先好吃的先吃的，是不是甜甜？那绿色那个是南瓜。这个我认识，这个金针菇。嗯，金针菇那个也好吃。香菇。嗯、虾、金针菇、南瓜、蘑菇，你知道的挺多呀。蘑菇，都好吃。嗯，这个放旁边，嗯，这就行。
还有乌梅奶油。这什么东西？蘑菇、平菇，跟这个一样。一样。这人工产的好像。还有点芥末。哎呀，对，他们两个变成小花猫了，现在。还真了。你看他的脸，他看你的脸。짜장면먹은것같더라다。哎呀妈呀，妈妈还用双手吃呢。好吃，好吃。文清帮我们拉筋，噎到了，噎到了，积食了，他噎到了，嗯，我给他治的，哎呦我的妈，哎呀，那个治好了你也得少吃点，现在好了，好了，完全好了，完全好了吗？那眼睛没有神，昨天晚间开始，嗯，他不跟我说，嗯，我回来以后给他治的，多才多艺啊，别的不用，别的我不带吹的，就噎住那个。嗯，我手一到，手到病除。哎呀，一会儿一会儿吃完饭，我得叫我得那个粉丝们，我得告一下，示范一下，真好使这个。너네 아버지 어디다니면 막 어지럽고 太阳下不막 그랬는데 막 눈도 눈알도 아파。妈妈说中文，甜甜听不懂。我不会说呀。你说的就像外星语似的。收音。还有心，甜甜甜，更听不懂了。甜甜，甜甜，甜甜笑死了。你就当姥姥吧，当外星人惩罚。不会说中文的外星人呐、啊。你听不懂啊，我说话。能听懂啊。他现在不想搭理你。说话呢。好累啊。能听懂，能听懂。天天多吃点虾啊！这叫什么虾来着？草虾吧。吃的那么香呢？哎呦，我这声音这么大！吃完了？吃这个，弟弟。啊，是这。啊。这个给甜甜。等一会儿吃完饭，你们一人拿一个吃。先吃饭哦。喷过我了，别喷到我了，是吧？完了，你给我报销一个我的衣服吧。你看，喷到一个裤子了，洗一个不就好了吗？洗不掉。你用你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一件吧。为啥？就那么一丢，给你买一件衣服。嗯，看不亮。什么？你们俩的秘密、啊？说啥了？让我听听。大声说。让我听听。这个太大了，啊，嗯，吃那么点呢？嗯，吃点水果。嗯，放这儿。哈密瓜要吗？要。一人一个，你照顾一下你朋友。这个是你吃的。西瓜咋子嘛？我这哈密瓜咋么回事？嗯，这个哈密瓜新疆的可甜了。西瓜和那哈密瓜那味儿不一样呢，西瓜是西瓜的味儿。香菇没人吃吗？是呀，我尝一个。香菇맛있다던데。맛있대？나이런맛이없어도좋은데。나먹으면먹으면중도할까그럼나지그래야지。먹내먹어야돼서요인연이무슨맛이지？香菇就是这种味儿，没有你味我味。这炸的虾和平菇是最好吃的、啊。平菇呢？怎么了？
一个个总部面后面那个。他是谁？哥，你别吓我了。他是谁？예그소나무라면그런데붙는그런거이거아니에요어네요거지금맛있다별나장별나장이야嗯我看看啊谁学到手完了谁都能用上这个姥姥噎住了上气下吐啊，可难受了，噎住了，吃急了东西啥的就犯这个毛病，迷糊，他眼睛也看不清。然后拿这个手这个大拇指吧，这个啊，就搁这边开始嫩，那这一块一块骨头那个就凸出来的地方啊，一个嫩，脊椎，完了往下嫩的时候，往下嫩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疼的那种骨头，啊，完了你就搞这个手。就这么往下撸啊！拿着能不能再那个走？就这么撸啊，两三分钟吧。就一块骨头特别疼的骨头，你得按摩，不用太轻了啊，你使劲这么撸就行了。完了呢，完了，搁这个拳头，拳头这样转着啊，就这么敲，敲个10下20下，就这么敲哈，就这么敲，20下，啊，敲完了好了，他要喝水。喝3口水，大口大口喝。温水。啊，喝一口，完了歇一会儿，再喝一口。3口水以后，你坐那儿打饱嗝了，一回两回，哇，3回4回，他就基本上好了。到1个小时，那完全下去了。这是我祖传秘方啊！啊，这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不吹，我搁这儿，说一下啊，100%好使。这个。你们学好了。你看现在姥姥就要现在多精神了，哎呀，一早上一点劲都没有啊！谢谢老爷的祖传秘方。一个很轻的金棒羊，特别棒，但是特别好吃。下个视频，点击关注，山里有夜里。好了，我们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